hide and seek in the garden. Behind the trees, I'll be laughing at you. Walking the other way, headed towards the lake. And I can't believe you've fallen. Hysterically appalling, we are rolling on the floor. Dry yourself off now, we're making a fire for marshmallow tasting. You say the world is a funny place till everything goes your way. And I'll play guitar by the fire as you're passing around bottles of cider till we're rolling. Write a song about something stupid. You see, the sound always follows me. The rhythm, it swallows me. I get to feeling quite tipsy. Incredibly old, ditzy, till I'm falling into the floor. And I've let myself go. Get up and get up, we're painting flowers all over our faces just for show. And是一个白色和黄色交织的小的格纹，但是它这个黄色是很活泼很明亮的那种，它跟白色交织在一起，上身就是特别清爽又很活泼明亮的夏日风格。这条裙它本身的剪裁和版型非常的特别，有点类似于那种鱼尾裙礼服的设计，所以它的颜色是一个黄白交织的这种小的格纹，但是呢，如果换成白色就可以完全当做一件礼服来穿了，从肩膀到臀部的下方都是把身体比较好的包裹住的，但是它面料呢本身是带有一些弹性的，所以穿在身上还是挺舒服的。比较有特点的地方呢，就是它整个前面正中这里是用了很多的抽褶的设计，是做了一个立体的剪裁，这样就既有设计感，同时呢对于身材比如说小肚子啊或者是多余的赘肉是能够起到一个很好的遮盖和修饰的效果的。肩膀也挺有特点的，它是在肩膀的正中的这个缝线这里加了一块抽褶，它不是一个泡泡袖，但是呢就加了这样的一个抽褶之后，会让整个的肩型看起来更加有立体感，那同时呢也不会是过分臃肿的那种感觉。材质也很特别，是本身带了一些纹理褶皱感的面料，但是摸起来是很光滑舒服的那种，而且呢本身它是有一定的弹性的，所以它虽然是一条比较裹身的裙子，但穿在身上是非常的舒服的。那这种鱼尾裙呢其实本身是对屁股大的人不是非常友好的，所以呢如果你是本身胯比较宽或者臀部这里肉比较多的话，可能这种鱼尾裙就不是非常的适合你了。那如果是本身身材比较扁平的女生，穿这种鱼尾裙的话也可以更好的去修饰身体的曲线。总之呢它是一条特别有设计感的连衣裙，而且整体的剪裁非常的立体，很有筋骨感，就无论你把它穿在身上还是说挂在那里面，看起来都是会让人眼前一亮，很有特点的一条裙子。那接下来这条呢就是一条红色的连衣裙，
非常显白的颜色，上身特别的提气色和提肤色，类似于番茄红的底色，上面呢点缀着很多白色的小的碎花，但是呢它这个红色底色上还有一些暗暗的格纹，所以细看它还是挺有细节感的。它本身的剪裁呢，上身之后非常的显瘦，前面领口部分是采用了一个比较宽的带了一点弧度的这种领口，然后袖子这里呢是一个小的花苞袖，袖口这里是采用了松紧的设计，所以既可以这样直接穿，也可以把它的袖子这样拉下来，就变成一条一字肩的裙子，所以它是有两种不同的穿法的。然后它胸口这里也比较有特点，是有一排斜过来的纽扣，就挺有这种细节上的设计感的。它腰线位置呢本身也很高，是到一个很高腰的位置，长度呢是到小腿肚下方的位置，所以穿上身之后呢是能够很好的去提升腰线和修饰身材的。所以这条呢整体上就是特别的浪漫和优雅的夏日连衣裙，来出去旅行度假的时候穿会特别的好看，平时日常上班或者上学的时候穿也是完全 OK 的。好，接下来这条呢是一条比较浪漫比较梦幻的白色连衣裙了，整体的剪裁和版型相对来说会比较夸张一些，尤其是袖子的部分是一个比较大的这种蓬蓬袖，整体的剪裁呢也是挺有特点的，领口部分是采用了一个很有复古感的方领，后背部分也是对称的方领的设计，就挺有前后呼应的感觉的。因为它上半身呢是一个比较收腰紧身的设计，腰线的位置很高，所以上身之后是能够很好的去提升腰线的。然后它下摆的部分呢整个裙摆是比较大的，长度是到小腿肚下方的位置的，但是因为它本身的材质的垂坠感是很好的，所以上身之后呢不会显得臃肿，反而是那种很浪漫很飘逸的感觉。搭配上呢就看你想要走什么样的风格了，如果是想走度假风的话，就可以选择一些编织类藤编类的单品，比如说草帽啊草编包这些，那如果是想要走比较温柔比较飘逸感的路线的话，就可以选择一些比较有复古感然后比较女性化的包包鞋子还有发饰，这样的话就变成另外的一种风格了。好，接下来这条呢也是一条淡黄的长裙，但这条它的黄色呢跟今天的第一条它颜色是不一样的，是一个更加清爽更加温柔的颜色，上面呢是很多深深浅浅的黄色和白色相交织的小的格纹，看起来就非常的清爽很凉快很舒服的那种颜色，就特别的适合夏天来穿，就自带降温属性的那种感觉。那这条裙子呢也是6月15号会上新的，我就今天先来跟你们简单的说一下，之后呢我会出具体的详细的讲解视频再来跟你们说的。它本身的剪裁和版型呢就是一个很适合日常也不挑身材的一个版型，前面是这样的一个 V 领，前面是有几颗白色的纽扣，它腰部这里呢是做成了松紧腰的设计，所以对于不同腰围的女生它的宽容性是很高的，肩膀是做成了正肩，然后袖子这里呢我是做成了一个9分袖，比较有特点的就是它上胳膊这里我加了一圈小的荷叶边在这儿，就既有设计上的特点，同时呢对于上胳膊这里能够起到一个比较好的修饰的效果。材质呢是选择了特别柔软舒服的雪纺，上身之后非常的丝滑，而且也非常的透气，所以夏天贴身来穿是特别的凉快很舒服的。所以这条裙子呢整体上就是比较特别清新很温柔，很适合夏天来穿的连衣裙，就既适合日常通勤或者上学的时候来穿，那也可以出去旅行度假的时候来穿，就可以搭配一顶草帽或者是草编包，就是那种特别浪漫的度假气息了。好，接下来这条裙子也是一条白色的连衣裙，那这条裙子呢应该就算是我今年夏天最梦幻最仙女的一条裙子了。它本身外面呢是这种半透明的欧根纱的材质，它本身是带了一点立体感和硬挺度的，但它里面是配了一条白色的吊带打底裙的，所以也不用担心说走光啊或者透的情况发生。然后最特别的就是它的面料上面是有很多这种横横竖竖的格纹，然后上面呢是绣了很多的白色粉色橘色的花朵，还是那种比较小的花朵，看起来特别的清新很浪漫很仙女的感觉。那整体的剪裁身上的部分呢是一条 V 领高腰连衣裙的设计，袖子部分会比较夸张一些，是一个比较蓬松的大的泡泡袖，加上它本身的材质是这种有一定硬挺度的欧根纱嘛，所以就会让它蓬松的效果更加的明显。像这种比较宽松的泡泡袖也算是今年比较流行的趋势嘛，但是呢确实对于肩膀比较宽的女生不是非常的合适，如果是本身肩膀比较瘦比较薄然后肩膀比较窄的女生，这种大的泡泡袖就会非常的适合你。这条裙它整体上就是一条非常有设计感的连衣裙了，它可能会适合一些比较特殊的场合，比如出席一些活动啊或者是婚礼或者是自己出去旅行度假的时候穿，穿它会非常非常的美。好，接下来这条裙子呢是一条紫色的连衣裙，这条裙子呢同样也是6月15号的新品，我就今天先来简单的跟你们说一下。这条裙子最喜欢的地方呢是它的颜色和图案，是一个特别清新温柔的紫色，上面有很多白色的小的碎花，这个面料呢当初也是我一眼就看中的，
哎，重点呢是这个紫色山之后是非常的温柔，而且不挑肤色，非常显肤白的颜色，看起来就特别的夏天。它的剪裁和版型呢也是经过好多轮的调整和修改之后才最终定型的，因为它整体的剪裁是比较立体的，也是比较耗费工艺的一个剪裁。它前面领口的部分呢是采用了一个方 V 领的设计，我用这个领口呢也是既想保留它本身的复古感，同时呢也想做一个更有设计感更有特点的领口吧，而且也是很适合日常来穿着的。身上的部分呢是采用了高腰线，胸前这里呢是有一块立体的褶皱，这样对于不同胸围的女生它的宽容度就会大上非常的多。然后它裙摆的长度呢是到小腿肚下方的位置的，所以对于无论任何的身材它都有一个很好的包容度和修饰的效果。另外它袖子的部分呢我是做了一些比较宽的这种收口在这儿，就既好看同时对于上胳膊也有一个很好的修饰和显瘦的效果。肩膀这里我是做了几道微微的褶皱，就既保留了泡泡袖它本身的一点浪漫和活泼感在里面，但同时因为它面料的特性也是很有垂坠感的，就不会出现显肩宽的情况。好，接下来这条连衣裙呢是一条黑色的短款连衣裙，那这条的风格呢跟之前几条会稍微有些不太一样，是一条比较活泼比较少女感很减龄的一条连衣裙了。它颜色呢是黑色的，但上面呢点缀了很多白色还有黄色的小的碎花，所以给人的感觉整体上还是比较的清新和温柔的。前面领口同样也是采用了方领，后背部分呢是跟前面相互对称的方领的设计，它整个前胸的部分呢是采用了这种松紧的材质，这样对于不同胸型的包裹程度就会非常的好。那整个下摆的部分呢就是一个很正常的垂顺的比较飘逸感的这种裙摆，长度呢是到膝盖上方的位置的，所以这条裙它整体的风格上呢就是一条很活泼可爱的短裙了。材质呢也是摸起来特别轻柔很飘逸感的雪纺，穿上之后非常的凉快，就夏天来穿是非常的舒服的。好，那以上就是今天视频的全部内容了，希望你们喜欢今天的视频，那我会把视频当中提到的所有连衣裙的品牌链接还有我的尺码都放在视频下方的信息栏当中供你们做参考。另外呢我也会整理成一篇图文版的文章发在我的微信公众号上，你们可以去看一下。好，那我们就下期视频再见哦，拜拜。